当初在定这个试剂，不是只有用个案数，好，还加上一个哈，50%以上是没有传播链的，好，所以目前来讲，好，绝对没有要到四级，好，所以请大家也不要以讹传讹，好，再度强调哈，现在是全国是三级，好，那没有所谓的一个四级，大家就在三级的警戒里面，把各自分内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。那至于提出来，就当初在定这个试剂，之所以不是只有用个案数，好，还加上一个哈，所以一个没有50%以上是没有传播链的。好，那现在哈，大致从现在算起来，大概都不足1/4了。如果依据疫调，哈，这样的一个每天这样算下来之后，不足1/4。那随着一个时间稍微一点时间的话，像我们今天的话大概是算不到1/3，但是过个2天，好，就有一些的关联性就会出来，好，所以目前来讲，好，绝对没有要到四级，好，所以请大家也不要用这样子来有人在以讹传讹，那这样就不好。